天还没亮，有人搭帐篷，有人撒粉制作跑道。慈济志工、老师和家长一起布置运动会场地。我要努力，我要努力，争取好成绩。宣誓之后，运动会正式登场。就是很努力，也很去完成每一个活动，跟小朋友都来一个互动，一个配合。大部分的都是可以配合老师一起来，就是进行活动。家长十人十一脚协力达阵，重温儿时回忆。蛮兴奋的，因为好久没有参加这种活动。团结的力量呢，它就会大家都会可以前进。颁发奖项，大家都更有成就感，也树立自信心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苏玉发、杨文辉、陈其伟、纪文次，马来西亚报道。